钻石和钻石，企鹅晚安。音乐量可以吗？伊凡，哎，伊凡改名了，为什么是自人自善？伊凡晚安，汉汉晚安，九蛋晚安 ，Ken 晚安，我来，哎，这样正了吧？谢谢阿华华送的 kiss 啾啾。谢谢企鹅送的真情告白。今天的音质比较好吧？今天是接了蓝牙。我是谁？我是傲娇仓鼠主播。仓鼠本人就是我。谢谢阿给的干杯。对，今天音质有比较好。不过如果是就是直接外接音卡的音质是更好。对，但是。还再存一下钱再买，傲娇仓鼠主播，我的头衔，自己帮自己取的头衔。谢谢 Martin 的勇气，哎，谢谢爸爸的干杯，爸爸，你终于属于我，我终于属于你的了。思远晚安，谢谢圆圆的爱死的心之冠，哎，我觉得今天蛮适合戴心之冠的。用蓝牙音响有变可爱的效果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红豆的 sky，Hello， 塔瓦哥来了，晚安，阿基拉晚安，谢谢阿华华送我干杯，天天干嘛点点点？没有变可爱吗？没有吗？谢谢 Ken 的真情告白，米西诺好久不见。谢谢米酒分享直播，谢谢诗人的干杯，谢谢库洛洛送我勇气，谢谢玉成的勇气，可他给讲晚安。今天是双高双马尾，很久没有绑这个发型，因为其实谢谢伊凡的 kiss 啾啾，谢谢阿基拉的心之光，哎，今天好像很正常，就是看得到特效了。谢谢上庭，谢谢黄鱼送我 love you， hello 怀云晚安，谢谢萝莉郎的梦幻烟火，萝莉郎你是好啦，你头贴终于换回来了，昨天那个很母汤哦。hello 卡丘晚安，谢谢孝贤的新之冠，谢谢孝贤，要截图。希望今天有特效可以玩。无尾狐安安，为什么要打注英文？谢谢玉成的玫瑰，有换回 Mina， 有哦，还好，不像昨天有人都忘记改名字，你们名字每天一直改不累吗？哼。Hello， 朵子朵子，好嗨哦，好嗨哦，今天没有要很嗨。不能一开台就很嗨，因为我昨天一开台就很嗨，我嗨了一个半小时，我直播完之后我觉得我快不行了，我的精力已经全部耗尽了。乌尾狐都不改名，你是七七护教君。谢谢太子讲的心之管，那你被我拔尾巴了，你要去改名字啊，哪有一直自己长出来。谢谢太子讲的新之冠，萝莉郎没改名，你不用改啊，你不用改，我就已经赐你萝莉王了。Hello， 谢谢博弈送的干杯，哎，那个心之泪是什么？好可爱！谢谢阿华的心之泪，好可爱哦，它刚好出现在这里，真的像眼泪一样，跟衣服颜色很配。谢谢小千的新之冠。雨过天晴，晚上好，是推七七的吗？谢谢强纳森的应援棒。玉成没有在改名，你不用改，早餐王这个名字已经独一无二，没有人能超越了。怀云是不是该改个名字？但是不行啊，最近大家都一直要求，就是说要取什么王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王可以马上取出来，对。要再培养一下感情，就是你知道玩那种游戏，养成的游戏就是要慢慢来，然后触发某种效果之后，然后你就获得一个新称号。
谢谢仓鼠的肌肉送的 love you， 谢谢诗人的心之泪，我喜欢心之泪，谢谢苦尼又放送的心之冠。今天是仓鼠水母人鱼公主，仓鼠没有水母，水母也可以啦，可是水母的话触须好像要再多一点。上庭都不改名字，什么时候要加个米粉啊？塔瓦哥来潜水了，来潜水，那你气很长吗？我不行，我一定要逼的潜水的人都上来留言，就让你气很长，也要让你浮上来，一直浮上来。谢谢，坤坤晚安，何景喵喵也没有再改名。七七的粉丝好像都很专情耶，好羡慕哦！为什么 Mina 的粉丝一直改名字，七七的粉丝都没有改名？塔瓦哥怕我是在深海的凤梨水母，我会在深海，然后把那个浮潜在潜水的人都赶上去，用我的触须。萝莉郎不用改，萝莉郎不用改，没有，不是说你，不是说你嘛，你是萝莉王，得罪人了，得罪人了，就是某些人，不要提七七，可是你的名字就已经写七七啦，你心呢，你也不改，对，就是说你死性不改。没有改过名字，有些人就是名字是没有冠复姓的，叫冠复姓吗？米粉的是冠复姓，有些人是没有习惯冠的，但是没有习惯冠的也没有强迫一定要加，对吧？谢谢阿当的 kiss 猪猪，还是潜水好？猫咪会潜水吗？为什么棕和喵喵会潜水？谢谢博弈的心之冠，猫咪跟老鼠不是都很怕水吗？所以都滚沙子。Hello， 信伟，晚上好。今天一定会很惨。为什么今天会很惨？你惨是只有今天吗？好坏，我好坏，我真的是口无遮拦的偶像。不行，我要反省我自己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对不起大家。谢谢坤坤的真情告白。玉成没有改过，不要改，玉成不要改名字。动物奇里面。老鼠都在河的动物其实什么是动画吗？你没有惯性，你膝盖帮不是惯性吗？你是加入帮派是不是？口无遮拦，还是今天开始遮一下好了，这样有没有看起来脸比较小？遮了口脸看起来变小了，吵死了都不挂。无尾狐，无尾狐，你说我吵，你们觉得我很吵，难过，是不是想挖到什么料？我想挖到什么料？我没有想挖什么料啊，我是一个不问世事啊。谢谢爸爸的心之冠，我是不问世事的那种偶像，就是我活在自己次元的空间。红 A 难过的是什么？红心 A， 咪牌咪牌，谢谢你哥，那个也跳太快了吧？那是什么？宇宙能量，谢谢你哥的宇宙能量，妮娜获得能量。可是今天这件衣服看不到肌肉，不好意思让期待妮娜肌肉的大家失望了。黑哥晚上好，一开始就十年老粉了，你跟我们家那个。你跟那种路上看到的店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路上常常会看到什么百年老店，还有什么22年祖传老店，还有什么10年老店，然后根本就新开的啊！还有那种以前在校门口就常常会看到那种卖麻吉的摊阿伯啊，推那个摊位，他说麻吉的多少钱啊？一份50块，只限今天，然后就根本下个礼拜、明天还是看到他在卖啊！这是。名字骗人了，你根本就每天都在。谢谢憨憨送的干杯。阿伯都骑冰淇淋车，爸布吗？爸布还有什么？还有那种什么小霸掌、昂古贵、菜桃贵，还有什么什么卖蛋糕的那一种车。
结果我还是买了。对啊，我就是那种很好骗的消费者，可是买过一次之后就不再买了，又发现阿伯根本就每天都来啊。我就是很好骗的消费者，我每次只要看到打折或者是买一送一，我就会忍不住买，很容易被骗，被安利了，安利阿伯吗？可是现在那种阿伯其实很少见的，就是还有把布车也没有那么常出现的。小妹妹很好骗，不要用糖果诱拐我啦。谢谢鱼尾狮的眼睛夜障中。田中茉莉王晚上好，红 A 晚上好，夜雨苍神晚上好，谢谢海豚的干杯。Hello， 九 A 路上，九 A 路上晚安。面糖炒米粉，听起来还蛮好吃的哎，那个创意黑暗料理的感觉。谢谢坤坤的干杯，很可以哦，很可以。哦，还有修。我想说刚好讲到车子，我想阿伯不会刚好就来了，结果哦只是外面的声音。晚安玉安，晚安，谢谢综合喵喵的 love you。 阿伯查水表，阿伯不会查水表。挂米粉挂那么久也没有赞美，你们真是一群傲娇。Hello， 775家早上给我小盒子，有，我有看哦。但是我们原本就是那个留言，我们 IG 的留言都是不能够回复或按赞粉丝的，嗯，我们不可以。你们都很傲娇，孝贤也是傲娇。谢谢小丽由以晨推送的干杯。要发24次才会被看到，不是啊，你们不要一直刷刷太快，我看不到嘛。而且因为刚开台就是进来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谁进来的名字，然后就会一开始会看的比较快，看不到。刚刚外面是卖冰淇淋，没有没有，只是那个车子的声音，外面滴滴车，滴滴车已经知道我家地址了吗？不行不行，太危险。手滑哥，手滑哥晚上好。说好的只能三次呢，真的有发20次吗？但是有时候在讲话真的没有办法顾到，而且尤其是一开始刚开台会，就大家进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留言。这么晚没有卖冰淇淋，没有了啦，阿伯已经睡觉了啦，阿伯都很早睡觉了。谢谢 Ski 送我勇气，谢谢玉安的闪光星星。 Mina 不能因为你们是滴滴就欺负你们，我哪有欺负你们，我没有欺负你们，每次都有加速这个，是没有看到你一直刷我还是看不到啊，就是等对，你觉得没有人会把你的留言刷掉的时候再多留一次。很少看到手滑哥来看 Mina， 对啊，因为手滑哥是推子萱的。没有欺负我没有欺负你们啊，都我怎么会欺负你们，我是团七耶，团七是没有资格欺负别人，因为都是被欺负的。手滑哥很专情，对，手滑哥专情，不像你们。我不是团七吗？某某才是团七，是不是？好啊，让给他。为什么爸爸又改名了？你不是 Mina 的吗？手滑哥超级粉粉。谢谢小丽友与神推的人气选票。专情爱姐姐，那你的名字还敢叫七七？我很专情啊，我超专情。爱我？不要乱换，可是我也想要你们的名字有 Mina 嘛。
Mina 要拿吉他才会推，我之前直播就有弹吉他了，手滑哥你都没有来看，没关系，那我找时间，我这几天反正有空，我一定会六月底以前，我一定会 po 我弹吉他的影片上 IG。两个月拿一次吉他，最近直播不太会拿吉他了，对，因为各种种种因素，所以之前没有看到的就是你们的损失，谁叫你们不来？哼，贝斯有影片吗？贝斯，好，我先把吉他搞定了，再录贝斯的好不好？因为贝斯一个人弹就是很。有点孤单寂寞，觉得冷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就是如果有一个乐团的话更好。因为贝斯一个人弹的话，我觉得除非你一个人很厉害，你真的可以 solo 什么的，不然就没有人想看呢、啊。你心都很专情，我只看到你名字多了两颗爱心，是什么意思？还没有黄色的爱心。等 Mina 哈，等我，等我。这还没有办法，贝斯 solo 蛮难的。其实名字写了一年的 Mina 也没有特殊福利，就是 Mina 会很开心啊，看到 Mina 开心不就是最大的福利了吗？是贝斯手会看，可是你们知道世界上的贝斯手很少吗？远远比什么吉他手还有什么任何一个鼓手都还要来的少，哎、欸，贝斯手超少。solo 加唱歌，贝斯 solo 加唱歌吗？贝斯 solo 有点难加唱歌，因为贝斯真的是贝斯比较是伴奏的乐器，所以比较难。谢谢 Akira 的真情告白。贝斯边缘，对啊，贝斯就是很边缘，帮 QQ。今天开心吗？你们开心吗？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啊。什么是黄色爱心？哎，为什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？等一下，有了有了。黄色爱心就是 Mina 的爱心，因为 Mina 的应援色是黄色。截图会更开心，截了崩图会更开心吗？为什么每次我的截图都很崩？谢谢 Akira 的 Love You。为什么一直没有啊？为什么啊 ？Hello 龙骑士晚上好，为什么没有给我爱心？人的问题。行，谢谢张和喵喵的 love you， 我刚刚已经用过了呀，我刚刚已经用过啦。哦哟，所以不能那么近。有啊，那刚刚为什么没有？现在就有啊。用皮卡丘，好啊好啊，未满18不给用，有我刚刚用了皮卡丘，还有了，好可爱哦！谢谢太子讲的 kiss 啾啾皮卡娜，哎，这个特效好可爱哦，我第一次用这个，哎，我喜欢黄色。谢谢太子讲的 kiss 啾啾。卡丘的同族，同族，灰香晚上好，双卡丘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今天有四个尾，哎、欸，耳朵，你尾巴反不搞，因为这是马尾啊，马尾不是尾巴吗？好，所以是耳朵，所以我今天加这里，所以我今天有六个耳朵，我今天是六尾 Mina， 比五尾狐还要多，怎么样？炫耀。新的神奇宝贝，六维咪还是六维娜？正版的皮卡丘比较强。我是新的神奇宝贝，我不是那个。喂，我干嘛拒点我啦？稀客为什么是那个稀？很酸的那个稀客。用手指放电看看。怎么放电？啊！我的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所以我只要剩一根手指就有，那两只有吗？哦，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一根是奇牙哎，你发现新道路，这个好玩哎，被电到了吗？哎，是怎么样？哦，这样吗？哦，所以要伸直才会有，是不是？电你们，两只有吗？两只，哎，谢谢鱼尾狮的眼睛也长了哦，所以两只不行是不是？用手掌也可以。没有啊，你搞阿培啊，有了，哦哦哦，好厉害的感觉，好厉害哦，哎，感觉好厉害，我喜欢这个，可以截图啊，哎，快截，我电死你们的那个，感觉很厉害。比嘎啾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没有出现？他要在我讲的时候出来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打喷嚏一下看看。等一下，喷嚏不是要打就能打的，我今天打不出来。对啊，皮卡丘新手，比嘎啾出现了，为什么没有出现？等一下，我要研究他的角度。哦，中间吗？好好，比嘎啾，好像有一点慢呢，好像有一点慢，希望生日不要卡到七月底，应该不会到七月底吧，希望不会，没有卡到的话你要来哦，给我拔尾巴，那我边讲边那个，比嘎啾，没有，好弱。没有，我要给你们很多电，人体发电，这样才能爱护地球。用爱发电吗？对，用爱发电，用爱发电，爱爱爱出现。哎，没电了，太快了吧！连爱心都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很那个哎。不会想捕捉这只，为什么？太失控了吗？我太失控了。你是克了什么？我不能被关在宝贝球里面啊，所以不要捕捉我。而且我很乖，我不用在宝贝球里面，我都会一直在肩膀上。皮卡丘。OK。听说冒牌的特效会延迟。真的吗？比嘎啾！你看，你看，我还偷跑，看来我是比正牌还要再正牌，超正牌，会被我压死。我很轻，我很轻。皮卡丘之歌，比嘎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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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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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。姐姐，你帮我放一下皮卡丘的歌嘛？不要，我现在在放小叮当。为什么？比嘎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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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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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嘎比比嘎比嘎，皮卡丘之歌有啊，我有听过，你们没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啦，真的有。你看孝贤说这首歌是他的闹钟，真的有这首歌。姐姐，我要放皮卡丘歌，这里没有啊。我要去 Y 字头的找，你们居然没有听过，你们居然没有听过。买到盗版没有？你们没有听过我介绍那首歌给你们听。那首歌，等我一下哈。对，哈哈哈哈，开到三元了。等一下，三元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还好我帮你找来了。喂，你一二三。江畔不要帮别人夜配啊，是这首吗？是这首吗？不是这首吧？是这个吧？啊，是这首。这是我手机铃声哎。出现，比嘎比嘎啾。
这才是正版的皮卡丘的歌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皮卡。我抓不到它的频率，它为什么抓到？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到底几个币？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，皮卡皮卡，皮卡丘。我抓不到它的频率。手机叫到快没电了，赶快接起来电话啦！现在是不是在看 AKB 儿童台？没有啊，你听这首歌，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知识型的频道，不是 YouTuber 啦，知识型的一个直播平台。我们放的歌都是非常的歌词富有深层教育含义的歌曲。刚刚那歌很 Nina， 那首就是我的歌啦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上首才是正版，爸爸改回名字。刚刚我们在看儿童台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刚刚的主播是比干咪，比干咪，现在是 Mina， 现在是 Mina， 不同了。现在才发现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刚才唱歌的时候太嗨了，所以没有看留言，对不起。好，我回去看一下你。谢谢萝莉郎的人气打 call。还有什么？这台怎么了？这台很正常、啊。手滑哥说头好痛，不痛不痛，痛痛飞走了。阿志上一首，你们比较喜欢上一首？十点了吗？还没十点。但是最近都有一种还没十点，然后就很嗨的感觉。这首是诈骗版本吧？哪一首？两首都不是啊。今天是假酒迷啊，才没有了，我今天只是充满了电力，所以很有精神。Mina， Genki desu ka？ 还没十点就嗨，所以又是一个要嗨一个半小时的节奏。现在电力足够了，要不要换一下？生日一定会去，真的吗？不外乎你说生日会不会来哦。说到要做到，不来的话我就皮诺卡这个店，我就命命。晚餐吃电池嘛，电池好吃。姐姐不要带 Mina 去喝酒，没有，我没醉，鼻孔放点，哪有啊？好，这里放这里，放胸前。命命。忍者皮卡丘呢？对我，我要跟你们宣传那个活动，新的活动，你们有看那个，我们的 Facebook 有公布的活动吗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都会有那个专属的一张图，就是夏日祭典的那个图，然后对，然后你们。然后我直播的某个时间，我会拿出来，然后给你们截图。然后你们截了图之后呢，就把那个图，哦对，然后你们留言，你们要留言，然后留言的时候跟那张截图一起截到，然后就可以抽奖。对，就是你如果截我的图，就可以抽 Mina 的纸笔的周边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是滴滴的话。你可以参加所有三十几个成员的，你就都去截图，你就都可以抽。然后你截谁的，就是抽谁的那个周边签名周边，上传就会被查水表了。为什么会啊？讲那么多干嘛？不现在，不要就不要，现在给你们截，你们截完就走了。
不要，不要现在，我要不经意的时候把它拿出来。刚刚谁飘起来？刚刚谁飘起来？有点没看到，飘起来的也很快，救命啊！妮娜嚣张，没有，我怕你们都截完图都走了。Hello， 怀怀，晚上好。反正我会某个时间拿出来飘起来。北极星，我看到阿华也在飞，我也要飞，带我飞。刚刚没听，没听到截图放哪里？截图放在，在你背后。突然觉得很惊悚，又觉得背后凉凉的。双马尾可爱，我今天有六个耳朵哎，特别可爱，就是耳朵越多越可爱。好了，下次再多加一点。姐姐自己很快就醉倒了，嗯，不知道哎，我们家人应该都不太会喝酒。柚子比较可爱，对，柚子很可爱。姐姐给 Mina 吃了什么？今天吃了什么？今天没吃什么哎、欸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肚子胀胀的，没有什么食欲。小迪虎牙，截图之后呢？截图之后，你们上那个官网应该会有写，上传到 Facebook 官网那边，官方 Facebook 那边，然后就可以抽奖。都半小时，不先来第一波截图时间吗？好，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来给你们截个图好了。玉峰晚上好，今天不是要业配其他饼干吗？要不要让我休息一下？我真的今天肚子有一点胀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有那个。Mina 竟然妥协了，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？但是我截图时间很短哦，大概只有一秒钟的时间，你们要赶快截到。昨晚吃太多了，你说零食吗？不吃了嘛，我不吃了。帮我跟厂商请假，请什么假？没有厂商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要业配，今天是走 Pikachu 的路线，还要打字。一秒，好啦，那给你们截个图哦，真的很快哦。好，准备了，一二三，一秒吗？一秒吗？好了，再飘起来，再一次，我也要用飘的，我就跟你说留言飘的很快吧。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飘啊，我跟你们飘的速度一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三次了耶。选择放弃好吗？太快了。仓鼠水母啊，万岁！好啦，给你们解，可以拉留言。我爸爸你好聪明哦。最爱你呢。好啦，那再给你们解一下，有解到了吗？夏日祭典的活动可以抽签名周边哦。檀木应该也算，可以吗？有截到了吗？要念榜吗？没有要念榜，还有一个小时。哎，截完图你们要走了是不是？你们很坏坏。这是 A 还是 B？ 每个礼拜会换，每个礼拜会换，所以这个应该是 A。截不到。一直拉来拉去，只能放崩图，好吗？那不拉了嘛，给你们五秒截。好，等一下再给你们截一次嘛，等下一个整点的时候再给你们截一次，好不好？臭仓鼠，你才臭狐狸！
点不是我的问题，好吗？等一下再给你们解一次嘛。拉留言还是会说很快，真的、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再给你们解一次。现在不是整点，因为我本来想说整点给你们解啊，啊，可是结果你们说叫我先用臭仓鼠抽奖，不知道成功率多少。你说留言臭仓鼠截图吗？那留言不会动，好老哥都在帮别人截图，那你好啦，等一下再。截不到好吗？那再怎么办？再给你们截一次。那我换一个特效看看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麦克风？没有比卡丘可爱耶。这可以吗？Mina 唱歌，哎，对哦，换这个是不是该唱歌啊？我知道，我等一下唱歌的话再用这个特效。还有什么特效没用过？哎，小象是什么？哈哈哈哈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反了？反了吗？我反了吗？现在是？这是什么啊？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好像幼稚园呢。没有反哈、啊。看到耳环了，耳环猫咪。哎，这个特效看起来有腮红。飞吧飞吧，小飞翔。贝晚上好，是海豹反了？海豹反了？海豹反了吗？海豹反了，那不就代表我人也是反的？谢谢金柚的 kiss 啾啾。这样好像比较远，好像是哎、欸，那我要换回来。好，跟你们解一下可笑，不是可笑，跟你们解一下小飞象的。好，我还是要换，我要换回来那个啦。没有，北加九比较可爱。黄光也给你们解一下好了。Hello B 七，晚上好。刷太快了，好，等一下再给你们截一次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这活动原来有难度哎、欸，有吗？你们截到图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等晚一点再开一次，十点的时候、不是再开再截一次。希望可以抽到，要抽 Mina 的纸笔哦。SCO 的光圈是什么啊？抽到就给 Mina 推，欠掉，我要掉你，用电。嗯、谢谢志伟的干杯，成功了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也不知道爸爸抽谁的，爸爸一定会抽韩寒的啊。要看赌运，这是看签运啊，这是靠运气的。成功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草莓酱晚上好，晚安。草莓酱今天有精神的感觉。爸爸小时候照片可爱吗？麦酱超可爱。我说真的，我觉得粉丝小时候的照片比我还像女生，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看起来超级像男孩子的。我有哎、欸，我可以暂停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需要。我丢的电太没有用了，都丢虎火。虎火算什么？虎火看起来就很微弱，好不好？爸爸以前很帅，我觉得很可爱耶，比我小时候可爱。姐姐拜托骂一下 Mina， 没有用。没有用的，明天要在上班时截图了。嗯，为什么？我明天是，嗯，我明天不是晚上直播吗？几个星期天就清了，
什么刚刚放的歌吗？哎，我明天是什么时候直播啊？我明天有直播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。明天晚上不能。星期二是什么日子？大家都不行。明天，明天也是九点。洛丽郎要加班吗？不能来，会想你们的。光圈姐姐放的歌，她随便放的吧。对，我随便放。会去看品涵。好，你去啊，就不来看我。嗯，谢谢阿基拉的干杯。圣诞神写一包就中仓鼠。Hello， 围城，晚安。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来看我了 ，Hello， 小叮当。去找一下杰星，好，要记得回来哟。谢谢志伟的新之冠。Mina 撒娇，我没有在撒娇啊，他不会对你们这些傲娇撒娇的。谢谢金佑的干杯。明天也会来看 Mina， 好哦。谢谢李宝，为什么是李宝？不懂。阿华这个傲娇，谢谢嘉宏的干杯。没截图也会来找 Mina， 截图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吗？那我好像太早拿出来了，觉得难过。李宝是怡真粉，所以是李宝嘛？那我没有讲错。芊芊是李宝啊，我有看到推子讲的留言啊，但是我看到了，我有看到，嗯，我有理你们啊。姐姐在卖我，姐姐在卖我。明天也会来看场所，要来哦。给你们看，谢谢 CKUMK 的枫叶。那是什么？没有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一定是眼睛夜障重啊！真的是男孩子。哎呀！谢谢新天柠檬的干杯。谢谢北极星的眼睛夜障重，对，都是眼睛夜障重。你们有买这个周边吗？绿草地上的奇迹的，很可爱耶。谢谢企鹅的眼睛夜障重，谢谢正红的枫叶。姐姐，姐姐香茗吗？头可以靠左一点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来耶。有买胸章，超多人的，找得到 Mina 在哪里吗？哦，对，而且其实我也有那个，谢谢嘉宏送的勇气胸章跟纸胶的，哎，我的胸章没有放在这里。有买我的吗？要买 Mina 的哟。帮姐姐加鸡腿什么啊？20个人超多，如果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会不会觉得很害怕？太多人了。纸胶带，我其实昨天就换了那个纸胶带。我昨天就换了纸胶带，你们有发现吗？就是贴这个后面的都是换成绿草地的那个胶带，可是好像不是粘墙壁，好像不是很粘，所以昨天直播到后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。太远了吧？要有，不然太近嘛。
太远了，等一下 我看可不可以拉近一点。这样呢？这样呢？有吗？有吗？有。胶带贴墙壁不行，可是那我要怎么固定这个啊？有我的胸章，开心。可是我不敢把那个胸章自己带出门，因为有点害羞，上面写自己的名字。今天仓鼠人鱼感觉歪歪的，好像真的是歪的哎，因为我今天又重贴，墙壁也是白的，是不是应该要换个粉红色的墙壁，感觉比较少女。Mina 太远，可以靠近一点。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没有 ，Mina 不会这么轻易就跟你们走，这样太危险。哎，我怎么一直在接歌名？我爱姐姐，这是什么歌啊？姐姐可以拿整晚的什么东西？粉红色墙壁傲娇，为什么粉红色墙壁是傲娇？飞太远。上次活动去 Seven， 全程带着 Mina 胸章去买东西，有没有成功推销给那个 Seven 的店员啊？他就看到，哎呦，你胸前别的这个女生是谁啊？然后你就说，你可以追踪她的 IG， 然后他们是一个团体叫 AKB48TP， 会吗？他别在欣赏。仓鼠为什么会查水表？因为我家就是以前是做水电工的，所以我查水表就是跟我们家学的。没有啦，我乱讲的。并没有。不小心点到的，不小心点到，然后点到之后，哎呦哎呦，不小心就点完了，看完了。胸前的四岁男孩子是谁啊？是童星吗？主播副业是做水电的，看不出来吧？所以肌肉也很发达。做水电还是要有两把刷子，难怪头脑简单。四肢才发。查 IG 的那种水表，因为我父母也很会查水表。姐姐有被查水表吗？姐姐不会啊，因为姐姐的账号是私人的，不要追踪姐姐哟。Mina 帮你修水管，好啊，我会玩修水管，那不是一个游戏吗？就是你这样转，兄弟，不是你这样转那个水管就可以把它接起来嘛，那这样就最厉害的水管都是玛丽兄弟啊！谢谢阿华的干杯，玛丽兄弟不是噔跳是水管工、啊、跳进地那个吗？不一样吗？他是水管工啊。如果是姐姐来查水表呢？不会吧？仓鼠很常查你水表啊，是滴滴就是特别观察用户嘛。水表怪怪的，帮你查一下。我想干嘛？想干嘛？甄选时都看得到姐姐留言，可是现在就是身份不一样啦。甄选的时候还是素人，那现在已经是偶像的话，就要更保护家人。对。Mina 查水表无话可说，太厉害，很快对不对？还不用标记就过去了。Mina 是修水电，都亲身钻下水道，所以对，因为我是仓鼠，然后还是那种地鼠，很会钻地洞，所以查水表也比别人快。你们家水管都坏了，这么巧，全同时都坏了。姐姐刚刚卖的很单纯，没有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查水表本身就是一件好玩的事啊，不管内容怎么样。但是虽然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内容让我觉得很好笑，完全不用标记 ，Mina 就会自己上来。我是一个很主动的偶像，偶像就是要主动晋级，这样才能圈更多粉。不知道哥搞不好有些人是被我吓到了。毛怪船长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看过。Hello， 不是浪客。水管的损坏率很高，又不是我做你们家水管，我是负责修理的，好吧？要怪就怪原本
建造的那个人没有弄好。对嘛，豆腐渣工。卡丘去杰西娜回来了吗？欢迎回来，谢谢金柚的干杯。希望 Mina 尽量查水表，没有在怕的，对不对？姐姐狂喷，她今天很 ganky， 刚刚没截到图，好，那整点的时候再给你们截一次哟。爸爸都不怕被 Mina 查水表，你不怕吗？你不怕，那你为什么要做坏事？去看看有多卡，结新台很卡是吗？综合喵喵结完就先走了，那你怎么还现在还在？还是你也傲娇？不怕查？哪有啊？太子讲你又没有发限动，很少发啊。爸爸做坏事啊，你偷告白？对啊，有些人都不更新啊。萝莉郎也没更新，很多人都截完图就跑走了，真的吗？不要走，不要走。Mina 多久没有查你的了？我没有那么变态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些粉丝就是日常的时候会发自己的生活。但是我没有到那种生活琐事都要看的那么细，好不好？就是通常都是直播完会看一下有什么 feedback， 所以才会去看的这件事情。你双开，好，算你厉害。坦荡荡的滴滴果然是邪教，偷了很多猫咪想要我去看，可是其实。有时候太多了，真的看不完，所以对不起，真的有时候真的看不完，太多了。没有在怕我查的，玉成很少发限动吧？我好少看到哎，最近都没剪影片，是不是你们最近要考试了？大家比较忙。Hello CYC， 晚上好。我的手机呢？不是滴滴不怕，毛怪船长的话应该是推诗雅跟阿贝桑的吧？发现都会标注我，标注我的话我一定会去看的，没有标就不一定了。一凡的直播结束的我也会去看啊，但私生活我不干预粉丝私底下的那个生活，好不好？那样子偶像也太可怕了吧？粉丝发一点什么东西就去看。Mina 今天没有业配什么产品吗？今天要业配是可以，但我今天真的肚子有点胀啊，没有很想吃东西的 feel。有啊，我有去看啊，有标注我都会去看啊，是你们没有看到我去看吧？发 Mina 现实可能会被杀掉，为什么啊？今天没有赞助，赞助商干爹，交给姐姐讲口感。哪有，我觉得她讲口感都讲得好恶心哦，我比较会形容。哦，我要来开个浮板，看起来今天也蛮飞的。昨天业配太失败被拉掉了，就说姐姐配业配不好嘛，真是的。不然会不会介绍？哇，又有20000。欧洲鼠王，今天电力很强哦。昨天的豆豆海苔怎么解释？它就是一颗一颗豆豆，我是说那个小豆子啊，小豆子，你们自己误会成那个豆，你们自己加了一个疾病的那个豆，对，然后自己想象的很恶心。从小受训查水表，所以至今已经有4年的经验，从我一出生就被受训。
昨天只吃捷星，其他厂商不买。还有什么你们最近推荐什么好吃特别的东西吗？你们可以介绍，然后如果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你们不敢买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就去买回来，好不好？是小虫，高双马尾，可爱，什么都原谅我，好，原谅我。五香乖乖这很普通吧？我觉得乖乖最好吃的口味就是五香口味。樱花口味卡拉姆酒，我对樱花系列商品都有点阴影哎，因为我发现樱花系列的商品都不那么樱花，就是因为樱花其实本身没什么味道，甚至是有一点苦的。喜欢吃椰子的，我其实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吃椰子类的东西，对，樱花系列都偏雷，对啊，还有那个，好，我是 不能讲，我有买那个樱花的嗨酒也是，就是就不樱花，就是有点塑胶味。玉成做蛋糕，什么蛋糕？樱花奶茶其实真的，樱花我觉得就是包装漂亮，包装很樱花，可是内容物，因为樱花本身就没味道啊。樱花抹茶酸酸的，因为应该是加了别的味道进去吧。谢谢瑞送我干杯。樱花半不雷，会说话会说话。谢谢孝贤的喝牛奶。好吃的东西没有，你等一下，谢谢孝贤的 kiss 啾啾。你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本台是不会介绍好吃的东西的，也不一定啊，就是介绍比较特别的东西。那如果那样东西就是，比如说玉成做的蛋糕，我们一听就知道很好吃，那就没有必要介绍啊，就是应该要介绍一些很离奇的口味吧。就是你们如果不敢尝试的话，我来试试看。你俩介绍吃虫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爸爸做的蛋糕要怎么给我？姐姐做的料理直播也是可以啊。可是我觉得可以做料理直播，然后还有做开箱直播，就是不一样的系列。谢谢季风亮送我枫叶，下次煮饭给你们看。但是我直播的，我在这个客厅直播，就周遭没有什么器具可以提供我去，你知道去做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煮火锅。谢谢千，谢谢芊芊的礼宝送我真情告白，布丁加泡面，可是那个已经很多 YouTuber 做过了耶。可以做什么？火锅跟包水饺。包水饺可以耶，其实煮汤圆也可以。好像是可以啦，但是我那样我直播留言又会看得更慢，因为我会很专心在做我手上的东西。谢谢夏天的香槟，还有喜乐库玛的 Yuki。 我的小火锅，但夏天除非等再热一点要开冷气再吃个小火锅，不然现在吃小火锅我会热死。想看我煮鳄鱼头火锅，这是蛮特别的，就是鳄鱼头要在哪里买啊？辣椒加泡面，但是辣的泡面其实蛮多的。益美辣椒巧克力冰淇淋真的有这个东西哦？有吗？但是我有吃过，就是辣的巧克力冰淇淋，我已经有吃过了。Mina 今天穿的衣服像窗帘，你家窗帘是这个花色是不是？谢谢小丽有一神推的干杯，谢谢果冻九号的爱的抱抱，巧克力牛排好像有听过。巧克力汉堡也好吃。谢谢拆电玩送我一万个赞。可以做麦当劳的焦糖奶茶，焦糖奶茶听起来就很好喝啊，可而且听起来还热量超高的。咖喱小火锅听起来也很好吃。
料理配信就不在意我一直看留言，那现在就很在意我。十点了，你们在等截图是吗？米娜被吊在窗口，我哪有被吊在窗口啊？玉成跟我突然告白，焦糖奶茶不是下架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喝过哎。仓鼠小火锅，你们就看不到主播了啊！我就被煮了。Hello 米粉汤，开始嗨了，没有，先让我酝酿一下气氛。嗯，为什么我酝酿气氛它会有电啊？好厉害哦，感觉我的心脏通电呢。现在是不是被规定直播不能做料理？这个我会再问问。谢谢北极星送的勇气。现在是不能告白吗？可以告白呀，可以告白，然后再截图告白截图。心电感应，我跟你们心电感应，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谢谢炒面，变炒面了，送的心之泪。这次心之泪的位置有点对不到眼泪。米娜有当过白老鼠吗？没有哎，我是那种住在温室里的老鼠的仓鼠，我有很幸福的家。谢谢悠悠的 love you。谢谢爸爸送我干杯。米娜住在水族箱，你们现在告白是什么意思？要截图的意思吗？截图。好，给你们十秒钟，开放十秒钟告白截图，好不好？北卡丘，北卡丘，北卡丘。在我的台告白小情，你们很坏哎！抽起来，抽起来！有人不清楚这个活动的话，去那个可以去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查询，对，截图留言截图，然后就可以抽我们的签名的周边。比卡丘，有人耳朵要痛了啦！快点开放告白！谢谢阿火娃的干杯。有吗？截到了吗？比卡丘，姐姐乱切歌，刚刚那首明明就很好听。干汉晚上好，子阳晚安。比较喜欢另一首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这首很好听啊。有吗？接到了吗？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明天直播还可以截图。谢谢阿 Kira 的真情告白。只有比卡丘的这个特效有电吗？小飞象的那个没有吗？每一张都好崩，小千你可以好好截图吗？我这边应该就停了至少有两分钟吧，有吗？一分钟。这首是其中一个神奇宝贝动画片尾曲。终于截到一张没崩的，好好截嘛，真是的。赛亚人有手势，赛亚人的手势是什么啊？等等，米娜就去看谁截崩图，可是截了崩图上传上去，我也不能怎样。赛亚人的手势好像是这样。谢谢那个，真的吗？谢谢千千的礼宝送的真情守候。姐姐说赛亚人的姿势是这样。
是吗？我怎么弄起来的怪怪的？太，等一下，太窄了，不能这样，是吗？赛亚人姿势是这样吗？姐姐说的，赛亚人特效，我没有赛亚人特效哎、欸。截崩图，不要截崩图嘛，待会更新一下推表好了。无尾狐，不要把我换掉，你看我今天有尾巴。Mina 可以改回奇力系列了吗？为什么我要改回来？你都变心了，哼！刚刚在做什么？赛亚人不是这个动作吗？你看起来是一脸疑问，一脸问号。直播的时候呛你们的崩图，那你们就不要截崩图，是多想被呛。仓鼠问号，赛亚人到底是什么？变了心的人就像飞出去的球回不来了，你们给我回来，不然哭给你们看。手要放前面哦，是这样吗？这是告这不是鬼派气功吗？这是告五人吗？应该是哦。嗯。啊，这首姐姐最近超爱的哈密瓜的歌，假哭。哈密瓜。赛亚人要脱下巴。这样吗？怎么感觉为什么连脱下巴都有电呢、啊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哈密瓜这首歌好听哎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，下巴放电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没有了？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刚刚卡出去有吗？今天会卡吗？为什么大家这首歌那么明显？哈密瓜，无尾狐要拉我去神推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七七呢？你把七七放在哪里？谢谢田中豆粒王的玫瑰，主唱声线太明显了，真的，真的是马扎克，真是的，叶配哈密瓜，为什么做什么都变叶配？要不要吃哈密瓜？看 Super Band 听现场开心。哎、欸，怀孕没有来 Super Band 吗？告五人真的好啦，就是蛮喜欢他们的歌的。谢谢 CKUMK 的应援棒，棒棒。分神推二推好像在玩游戏这样，没关系，伊凡你可以不用分。世界很复杂，做人很难，可以不要分这么多。叶佩娜套路真深，没有，这一切都不是套路。哎、欸，吃到头发。哎、欸，是那一天开始才喜欢 AKB48 Team TP， 真的吗？可是我怎么感觉之前就看过你？无尾狐在限动 tag 所有成员，谁第一个看就神推，那应该是我吧？因为我是茶水表界的翘楚扛把子。Mina 是什么推？ Mina 是医生推。无尾狐的神推有三个，那你为什么不是三尾狐？米酒趁乱告白，不乱了、欸、现在其实不乱，因为大家截完图都变冷静了。要不要吃哈密瓜？要，我想吃。推之一跟 Mina 算两个，然后加仓鼠推三个，不能再推，再推就变滴滴了。晚点穿给我看，你要穿什么？我不想看啦。谁想看无尾狐穿女装的照片？我才不想看嘞。水母第四个，糟糕，变滴滴了。推 Mina、之一、仓鼠跟水母就四个了。Hello， 嘉阳，晚上好。为什么是无尾？好，你自己打错字。啊，对，我把三年 A 班看完了哟，我把三年 A 班看完了。然后看完之后，就是心里蛮有感触的，真的是不好日剧呢。而且我被那个老师圈粉了，他的演技真的很厉害。超好看的，我忘记之前是谁
是有人推荐给我看的吗？我目前有点想把那个男主角的剧都看完。网络谣言很可怕，对呀、啊。而且像长颈鹿，哎、欸，你们很快就知道哎、欸。三年 A 班很好看，阿华你看了吗？还没看的话，推荐你们看呢、欸。难道假面骑士什么意思？他有演假面骑士是真的有哦 ？Let's think， 真的吗？真的有，我以为是戏里面，所以他是真的有演。三年 A 班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啊灰生，念尖吗？江田。江田吗？哦，江田江，怎么念啊？我不会念那个字哎，什么田江辉？江吗？还是江田江辉？是他演假面骑士，我以为是戏里面而已。可以看看冥王，也是他演，冥王好看吗？什么姜母鸭？你饿了是不是？现在吃姜母鸭也太热了吧。反正我看那一出剧，我可以讲一讲我的一些我的一些感想吧。就是首先网络谣言很可怕，像我之前也说过那个杨佑颖的事情嘛，也是因为网络霸凌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。然后我觉得啊，像我们偶像。现在也许还不那么多人知道我们，但是如果之后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团体的话，一定会有更多负评，一定会有批评的人。而且像在这之前，我也有看过很多关于我自己的负评，我自己也有看，但是我的话，我觉得我蛮能看开吧，虽然我平常给人家感觉是蛮爱哭的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现在变小情了。但是我自己是蛮能够释怀一些批评的。谣言说 Mina 是男生，是谁？是不是就是你们散播出去的？谣言都说潘自己不是人，是仓鼠，这不是谣言，我自己本人承认，好不好？好久没有做这个了。三年 A 班编剧是为了。竹桥本人想演老师量身打造写的，真的哦，但他真的很会演戏耶。暗棋也不能怎么样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自己要能够释放吧，毕竟键盘侠这种东西永远都存在。但是我好像那个键盘侠可不可以看看这出剧能不能有所改变啊？不会在人家面前讲的话，就不要在网络上讲。那键盘侠就是喜欢在网络上讲，对吧？谣言都说姐姐是你老婆，这个谣言也是，这个谣言是他自己造的吧？不要乱散播出去。有谣言说姐姐超正的，这果然是谣言呐、啊！谣言都是与事实不符。键盘侠不会觉得是键盘侠，好希望他们能改变哦。但是你们觉得真正的那种霸凌啊，跟就是真正的霸凌跟网络谣言的霸凌，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可怕啊？谣言说 Mina 跟潘子怡是不同人，这不是谣言，这是事实，本来就是不同人哦。有时候很难改变别人，就是环境教育都有关系吧。所以你们觉得网络比较可怕、啊？可是因为真人的话就是，那如果有受伤的话，心里会有很大的阴影吧。出席活动时是潘姐还是 Mina， 这要看当天有没有喉结。有受伤的话就是真人。我觉得霸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还好我的粉丝们都很，你们人都很好，你们给我很多自信。
网络会牵动更多人霸凌，但是真的真的没办法，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世代，就大家就很喜欢在网络爱打什么就打什么，而且可以匿名的管道太多了。谢谢中和喵喵的勇气，渐渐 ，Hello， 渐渐，渐渐又变成 Mina 加推了，所以我是加推的。渐渐还是放不下某某。Mina 要更有自信，我也希望。那自信这种东西，真的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有的。谢谢 Ken 送我勇气。最近外面玉成，你不要散布谣言好不好？选举结果出炉，还是要推某某是吗？创伤都是自己给的，我没有觉得受伤就没有创伤。无尾狐一直在制造我的伤口啊！现实的霸凌比较可怕，我也是亲身经历的，但是。网络的话，其实我之前我有看过有一个版，就是那种你们知道 FB 就是很多那种版，就是在就是前面是那个什么北什么的东西的那个版，就是他在关版之前我有去看，其实蛮多都在讲关于我的不好的东西，可是我看完之后其实就觉得对我来说是反而是一种。我看了批评反而是一种正能量吧，就觉得哦，原来有这么多人觉得，就是我想知道别人对我的看法嘛，那既然别人觉得我不够好的话，那我一定要更努力更努力去颠覆吗，用这个词对吗，就是让他对我刮目相看吧，就是对我来说我是这样啦，而且毕竟我是要活到100岁的人，我不可以这么轻易就被击败。没有散布谣言，这就是谣言啊。说明都是同一个人发的，所以后来关版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但网络谣言，因为就是匿名的版，所以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也许真的是同一个人吧。去看告白版。小千，你不要再散布谣言了。深黑都是真爱，无尾狐也很黑吗？谢谢志伟送的主角光环，其实就是你说就是同一个人吗？所以讨厌你的人就是会一直想要黑你。谢谢带你一起飞追踪。喝个水。黑我的人都是爱我的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确定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要用黑别人的方式？为什么不能用称赞，用称赞取代批评呢？真爱，无尾狐的。推了三个人我不知道你的真爱是哪一个，你自己去寻找吧。给 Mina 一个爱心，我给你们很多爱心。看一个神人说的，什么神人？感觉很厉害，粉丝也会给建议。对啊，我觉得目前我的粉丝都是。很好的人，他给我很多建议，所以我也慢慢在改进。谢谢 Akira 送我 Love You， 谢谢志伟的真情告白，很没有自信，所以我们要一起培养自信。真爱，真爱在哪里？在你眼前。可以跟姐姐住一起的 Mina。使你羡慕嫉妒恨，因为你是推姐姐的，所以你羡慕 Mina。Hello， 浩浩，谢谢企鹅的真情告白。姐姐不舒服中，你们还好吗？还可以吗 m
Mina 上台要多话多表现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要看场合吧。而且说真的，有时候因为诗雅在的话，我们都就是会让诗雅是队长，让他主要做主导拉话题，所以我不会特别去想要表现自己还是什么。让成员填空，是 Mina， 真爱是 Mina， 在你眼前的 Mina。姐姐今天推谁？每天都推不同人，她是相推。嫌货人才是买货人，有这句话吗？我没有听过。谢谢阿尼送我枫叶，一讲话就是全场焦点。可是这个声音有点，我觉得我的声音就很容易被吐槽啊，就一讲就是感觉很容易被呛的声音，听起来超弱。慧香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三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我跟七七跟阿潘完全不同特色的人。姐姐只推帅哥，还有推萌妹子。Mina 是早餐王的女朋友，奇怪，我怎么没有男朋友？等人 Mina 送我。就像星光云的节目就可以多一点点，我忘记了星光云的节目是什么啊？之前的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Mina 最大问题是不够自信，自信哦，我还在慢慢养成中。自信的话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舞蹈没有很厉害吧，所以，对，舞蹈没有很厉害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去跳，就是表演的时候我要想舞步然后再唱歌，所以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事情，可能自信也感觉不那么够。Kid 野餐的那个哦，话不够多吗？讲太多生日信就要重新写了。现在就要开始写了是不是？我生日是还有现在才多少？还有两个月，现在就要开始写了吗？这么早？舞蹈是多练习没错，但是那种自信我觉得是要慢慢培养的耶。信要提早写，提早两个月写吗？有听过外面公司比较喜欢舞蹈唱歌实力平均吗？外面公司是哪边的公司啊？你说非 AKB 吗 ？Hello， 威廉，商业没有自信，什么意思？不管写多少都要看完，我看东西很快的好不好？一目十行。萝莉狼不见了，萝莉狼有吗？看完就忘记了。萝莉狼出现了，出现了。萝莉狼在潜水啦。千字文可以啊，一目十行千字文，应该十分钟就能看完吧。谢谢 Ben 送我勇气。塔瓦哥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哦，跟教主用花栗鼠唱歌上节目，但不见得每次都有机会，就是不见得上节目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表现才艺吧，因为很多节目就是可能客串短短的一下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我们表演。咬文嚼字好吃，文字好吃。回来一下就要去睡了，真是好孩子，这么早就要睡。穿好潜水装了，孝贤你不可以潜水，你不可以。富裕不用那么久，富裕
木鱼很难的、欸，其实没有那么好练。麦要游泳了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突然叫你麦？你是爸爸啊，爸爸。麦江叫习惯了，就 不小心说麦。什么鸡妹文？玉伟生病了，玉伟生病了，那就告诉玉伟多休息，多喝开水，然后早日康复哦。麦爸爸，爸爸的姓是麦。这是你日本老婆叫你的名字，所以我不可以叫你麦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不叫就不叫嘛。谢汉汉的心之馆，拍手。暂时用隐藏披风披一下，也潜水的意思吗？前面的前面怎么被卡歌了？哦，因为我想要来唱歌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唱歌了，所以我想要唱歌。差不多要差不多唱完歌就差不多来念个榜，太多差不多了。要唱什么歌好呢？我想想，我最近在听什么歌？哈密瓜晚安曲哦，听完很，嗯，再听一次哈密瓜。差不多先生，我还没有练过差不多先生哎、欸，谢谢。七里七里的李宝送我真情告白，麦酱，要不要吃哈密瓜？不要，不要。你们想要听哈密瓜，还是我念榜的时候再唱哈密瓜？从香蕉变成哈密瓜，水果就是要换水果，不能一直吃水同样的水果。终于念奇里奇里了，但是还是李宝，奇里奇里的李宝，李宝的奇里奇里，我生气了，哼，你不信买，那爸爸买，下次会不会是榴莲？你们要吗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要唱什么歌好，你们有没有推荐？我喜欢榴莲啊，我喜欢榴莲。Mina 不挑食 ，Mina 什么都吃。追光者好听。追光者，我有听过吗？哦，这首还蛮好听的，还是来唱这个。习惯了想你，唱一下，然后来念排名。觉得很久没唱，简单爱是谁的？好像有听过。你总能赶走我所有坏情绪，想永恒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从前面。角落里伤心委屈，你总能赶走我所有坏情绪，像有裂痕的玻璃留着合不上的缝隙，却一点一点被你治愈，时间没让我忘记，却习惯了想你，像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骑单车听海的声音，跟你语气会接近，靠近浪潮感觉像靠近了你，分开后新的天气就像下起了雨，等着你给我一片天晴，也不敢联系，因为怕自己是多余，愿你能懂我的小心翼翼。很突然的决定唱这首歌，这首歌还蛮好听的，是小她，她是女生的她的习惯了想你。那天没走
习惯了想你，你们要习惯想我哟。谢谢 QNK 送我麦克风。哎，我刚才说唱歌的时候是不是要用麦克风？忘记了。谢谢志伟的掌声鼓励。再唱一次副歌，然后我来念排名。可是他后尾段好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谢谢七七七的七十猪。金啾的头贴，等一下，要来了。时间没让我忘记，却习惯了想你，想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期待着听海的声音，跟你一起会接近，靠近让头感觉像靠近了你。分开后新的天气就像下起了雨，等着你给我一片天晴，也不敢联系，因为怕自己是多余，愿你能懂我的小心翼翼。这首好好听哦，妮娜直球。我本来就是个直接的人嘛，我有说了什么伤害到你们内心的话吗？有人说我讲话跟唱歌声音差蛮多的吗？我自己听我觉得还好哎。坏脾气不让我受一点点委屈，能不能继续？彼此之间没有距离，已经习惯你的晚安变晨曦。谢谢萝莉人的聚光灯下打 call。 仓鼠唱歌，无尾狐你小心说话，等下被截图。简单爱是周杰伦的哦，那我可能没有练过哎。谢谢阿华送我干杯。你们觉得我唱歌跟讲话会差很多吗？我觉得声线是一样的，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是接近的，因为如果是唱比较低音的歌就会感觉差很多，因为我讲话比较少用低音，但是如果是中高音的歌我觉得是一样的。哦，情绪的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比较兴奋的时候会比较激昂一点，但是我偶尔也会有感性台的时候，声音会比较平静，有一点点不同。唱歌比较不尖，唱歌比较不尖，那我要不要以后都，我以后都用唱歌的，我不讲话都用唱歌的，你会觉得比较好听，是不是？变成那个。什么歌剧台啊，歌舞剧都会讲话讲讲，突然就唱歌。金啾的头贴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要看金啾在哪里，我看看。哦，金啾你很母汤呢、欸。金啾你这个坏蛋，我以后要改你的名字，我要改成坏金啾。金鸠是茄子吗？那改金鸠叫茄子，叫你茄子。要么再唱一首，要唱什么歌好？还是这首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，我试试。茄子之歌，我试试看我会不会唱。如果我学会妥协，可能我们的剧情不是这种情节。每当到深夜，重复的画面全都当初的离别。你的笑容让我无法拒绝，你的离去是那么决绝。失去的一切，可惜在最好的岁月都学不会妥协。我觉得这首歌没有很适合我，因为它有一点厚的声音。喜欢听 Mina 唱歌，谢谢。谢谢 Ken 的掌声鼓励。
我差不多要来念吧。失去的一切，可惜在最好的岁月都学不会妥协。好，爸爸看到你的告白，谢谢阿华华的 kiss 啾啾。学不会脱鞋，塔瓦哥你很有梗呢。学不会脱鞋，快点脱啦，不然很流脚汗了。虽然偶像不会流脚汗的，偶像不会流脚汗。谢谢新鲜柠檬的 kiss 啾啾。现在很难趁乱告白，因为大家截完图都走了，是不是？用唱的唱吧，可以啊。你们喜欢用唱的唱吧。哎，上一首叫哦，叫学不会妥协，是谁的啊？风小珍，风小珍的。唱哈密瓜好啊，哈密瓜。哈密瓜很难唱吧？我试试看哈密瓜念吧。那首歌名叫什么啊？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姐姐可以借我念吧。那我找哈密瓜。好吃哦。要吃哈密瓜吗？那我来念榜了。哎，被暂停。仓鼠不用穿鞋子，有啦，仓鼠就算不穿裤子也会穿鞋子。歌剧封面排名，谁叫你们都说我那个？谁叫你们都说我讲话唱歌比讲话好听？我要回来比卡丘模式。按错歌，不是这首吗？我按错了吗？你弄到现场版。哦，我按到现场版。直播看到手机变很亮，好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，我来念排名。要等他唱我才念吗？好好，第十三名是阿华华华华，谢谢阿华华华华，北嘎啾。第十二名是最爱 Mina 的李宝奇里奇里，你到底爱谁？说清楚哦。我爱你，谢谢奇里奇里。第十一名是志祥踩点王，谢谢志祥。哎，谢谢贝兹追踪啊，谢谢。第十名是企鹅，谢谢企鹅。为什么Ben是乌咪神推？刚刚念到第几名了？好，这 key 有点难跟呢、欸，救命啊！我现在要用唱的念榜，好难。刚刚表情好像侦探皮卡丘，侦探皮卡丘是什么表情啊？那再念一次吧。第九名是 Ken， 好纠结哦。第八名是原住民的滋味。第七名是果冻就好。我问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第六名是阿基拉，阿基拉。第五名是综合喵喵喵喵 喵， 喵。第四名是你哥，你哥，你哥，这个是一边唱歌一边念榜的瓜。第三名是 CKUNK 的失败中念发，念发的哈密瓜好累哦。第二名是他尖奏，赶快念完。第二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一名是萝莉狼，谢谢萝莉狼。米娜药效过了吗？什么药效？踢骨头，踢骨头。谢谢萝莉狼，就一二名的那个排名是正常的，其他都不正常。好，谢谢被子的蓝色应援棒，一排仓鼠飞过，我会飞吗？原来我会飞。酒醒了，酒醒了。那大家明天晚上九点也有直播，要记得来看哟。我会再多练一些歌给你们听的。那大家晚安了，我们用哈密瓜歌 say goodbye 吧。
明天见，拜拜。天天拜拜，威廉拜拜，蕾蕾晚安哦。TV 晚安，CKUNK 晚安，塔瓦哥潜水很久呢，晚安。陆婷晚安，尼哥晚安，吴尔吴晚安，健健拜拜哟、哦，茄子拜拜，茄子拜拜，玉成拜拜，孝贤拜拜，肌肉拜拜，秃噜噜拜拜，田中拜拜 ，Ken 拜拜。黑子讲拜拜，憨憨拜拜，碧琪拜拜，雷蒙拜拜，企鹅拜拜，贝晚安，伊凡晚安，正红晚安，海豚晚安，小千晚安，哈密瓜仓鼠，贝子晚安，喜如库玛晚安。那我关了哟，大家晚安，明天要记得来九点。